我还是来决定一下这第二场的出场顺序。有请 B 组先出。并不是说对面是前辈我们不能打，更多是想的是怎么去赢他们才是更大的 respect。 可能说他们厉害，但我真的觉得不是无敌的那种。首先我跟 AK 东在一块儿，然后还有小杨，就三个了。只要团结一心，不要想其他的事情，胜算还是挺大的。发现我们的技术共同点会非常多，比赛经验相当丰富，所以我知道我们该如何的去组合出一套好的 routine。 打起来，加油， Let's go。 那个地方就跟个设计好的，就跟音乐一样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厉害了哦！好，真的好卡，真的好卡拍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 hip hop 的五对五，谁将拿到这一分呢？四位队长 ，3、2、1。恭喜我们的 A 组再积两分，那么 hiphop 组呢 ？A 组积三分。钟汉良队长做了判罚，对不对？给了我们的 A 组。天哪，这个太惨了，这三个 one more 太可惜了。我觉得两边都真的非常棒，不相伯仲。对，我也觉得，就是两边都有设计一些，比如说这边是所有人抓着一个人去飞，然后这边有一个突出的一个人飞，所以说给了 one more。嗯，谢谢。对，我觉得两边都很好，就是在想一些新的创意啊，新的小招的时候都应该很绞尽脑汁，但是这边就是让我有眼前一亮，每个衔接口都干净，我觉得这边几个招都让我觉得很惊艳。他们今天真的好惨啊，加油吧，跳好组。谢谢我们两组选手，谢谢你们。我觉得这就是街舞做得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街舞比赛。接下来进行的就是 breaking 选手，分别是 A 组的小白、乔治、公孙、无名、黑仔、小龙、小鸡和 B 组的小明、奥斯卡、杨凯、阿鱼、Flash。兄弟，兄弟，兄弟。哦，好的，麻烦两组听一下，我们第一场一对一将在我倒数三声之后出场。3、2、1，开工。哦，我一对一是有很大很大的压力，他们是晚辈，我是他们的前辈，只有我站出来去面对这个压力。1，2。
因为我看对面杨凯上了，那么他上了这个一v一的 battle， 那么我必须得上。哦，乔治对阵杨凯，震到了，就是看到两边都很出色。乔治他是从我的街道出来，他就是技术非常高的。我杨凯，我街道的学员问，他已经是江湖上非常高的人，非常资深 OG 了。啊，杨凯和乔治的话，我感觉他俩都差不多，就看谁的状态好。这个火药味比较浓，很期待，我很期待，很期待。我们先来决定一下这一场的出场顺序。杨凯 go first， 加油加油！生气生气！这场 battle 平常可看不到哈。DJ you ready? Drop the beat。开锅！杨凯 ，B-boy Kevin， you not cry。Hey。很棒很棒。